啥不好吃啊？巧克力也不高。巧克力，狗为啥不能吃巧克力啊？因为可可碱。我是可可碱，巧克力果儿的主要来源，还是一种神经毒素。人类的肝脏可以分解，把我变成柔和的兴奋剂。但狗就不一样，狗的肝脏不能完全分解我，吃了巧克力，我就会随着血液流过它的全身。我换来的狗的神经中枢，让它们兴奋；来到心脏，让它们心率升高；来到支气管，让它们哮喘。嫂子一点没事吧？那你太可怜了，太可怜我。少吃也可能中毒，越纯的巧克力可可碱含量越高，越容易中毒。一只6公斤的小型贵宾犬，18克无糖黑巧克力会轻微中毒，吃了38克就死了。除了我之外，还有洋葱、大蒜、韭菜、葡萄、咖啡、坚果，狗吃了轻则中毒，重则死亡。家人们，收藏这个视频给更多人看，叫他们告密。